都醉。个酱个辣椒酱，呢个系绿帽，系全球唯一接受嘅。哇！呢嚿姜，呢嚿姜有啲黑，听讲食完之后啲发都特别黑啲嘅，唔知系咪咧？中碗啦，我哋就依个中碗，佢系牛杂，嘅咩都有。呢度嘅牛杂五十蚊一份，呢个中午嘅嚟嘅，喺入边有啲咩嘢？牛蚌、牛肺啊，一牛肠、牛筋，呢个牛筋骨应该系，仲有啲腐托，我仲有牛腩，汤味咧酒香浓，佢下边就仲有啲萝卜喺度铺底，我先试下呢个牛蚌，添啲辣椒酱，顶佢肺，黐唔到嘅，食到好辣嘅可以。个酱个辣椒酱偏咸，系好咸。就牛肠，啲牛肠好腍，菠萝好腍，肠好腍。我想搵个牛筋食啊，有照作。呢一碗中午份嘅牛杂，佢配咗两碟辣椒酱俾我，我都已经食晒。呢啲辣根本都唔算辣，正确啲嚟讲咧，呢啲系叫咸。佢有啲蒜香，都唔算啦，其实好吊味。我可以咁食。嗱，嗰啲汤，佢煮牛杂呢啲汤，佢真系 OK。唔會好濃油，唔會好淡啦。佢個湯底有啲甜甜地，啲花椒八角嗰陣香味。呢個係綠帽，係全球唯一接受嘅啦。哇，青 B B， 頭頂一片青，下巴俾人笑。佢有炸椰菜，炸雞又嚟一串。睇下大家佢哋食啲咩嘢多？牛肉串啦。你阿叔，你呢度买凉粉啊？系啊，咩凉粉啊？凉粉草嚟嘅。凉粉草啊？过嚟睇下。咁大煲一日买晒啊？呢啲咁多。有人买咪买晒啊？咁呢边咧？呢边又系凉粉。哦。一般都买晒。哦，即系全部都系呢日黑凉粉。系。哦 ，OK， 俾一碗我，六蚊一碗啦，系嘛？诶，有咩加噶？有白糖、麦冬糖，饮嚟要。蜜糖啊？东东豆鸡啦，唔怕珍贵啊，系嘛？好，唔该。呜，有啲多啲蜜糖。后边呢度咧就系辉记糖水，喺佛山街咧就好出名嘅。佢呢间店咧就喺廖园路小食街呢度，个特色咧就系平靓正。几蚊鸡嘅糖水好大份，佢只要一开门到关门嗰时坐满人嘅入边。系粤粤嘅。就要一個芝麻烏加湯圓。
姜醋蛋，系猪肉姜加蛋。几钱啊？呢度？这里我们只买了这里呢，总共是31芝麻糊汤圆、香芋西米露，这个芒果西米露，还有一个姜醋蛋，抵不抵啊？你说我们应该是先吃咸的再吃甜的，是吧？哇，这嚿姜，这嚿姜有点黑，哇，有一片甜，那个姜味啊，其实已经是被那甜味冚住了，所以它是没什么烂。芒果西米露是要看芒果新不新鲜，它这个不是那些芒果罐头，因为芒果罐头呢它是很甜的，但它这个就有水果的鲜味，它芒果本身的味很淋很糯的那种口感。香芋西米露，但我看它的香芋就已经煲得很烂，即是煲的时间它都煲够了，那个香芋的味道它加上西米露又是一个很经典的甜品。咦，它这个糖水它不会很甜，它是适中，因为太甜的话会滞，所以才吃到这么多东西。我们哇，这个芝麻糊真的够晒黑，很浓。嗱，你看，咦，我吃到这个椰丝汤圆都不是很甜，很香的椰丝味，听讲食完之后啲发都特别黑啲嘅，唔知系咪咧？哇！你个猪手够唔够大？一咬即烂，但佢又唔甜喎、啊。但我食到啲姜系甜甜地，我唔知佢点整嘅，骨肉分离啊！呢个猪脚啊，系真系唔滞。因为它是浸在醋里面，而醋呢它又降解了一部分的脂肪，所以一吃下去吃几多都可以啊。吃完甜品就可以吃炸串了。刚刚我点炸串这间店开了很多年了，由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就开到现在。哇，好撚大个盒啊，装的东西不好多。为什么我感觉它好像煎出来的呢？这个椰菜我是点了辣的，但它没帮我加辣。吃炸串呢它油会比较多。试下这个牛肉串，它已经炸到变晒色了。好吃。它的皮是脆的，但入面的肉呢是很嫩，很重的牛肉味。啖啖肉啊，炸鸡翼成只嚟啊！但系佢咁炸咧，我觉得好过烤，因为烤咧，如果你烧烤咧，佢有啲位置佢系会烧得特别窿，同埋一般咧呢啲呢个头呢个位置咧，烧烤又好难烧得熟嘅。但系如果佢炸咧，佢又炸得好均匀。你睇成只鸡都系金黄色嘅。好香，就是差了少少辣味。大家去看啊，这个凉粉呢它表面是有很多窿窿的，这一种呢它是用那个凉粉草煲出来的才会有这层面。那个人那卷是爽的，里面是有少少苦苦地涩涩地的，但是因为加了蜜糖啊，那阵苦涩味就已经冚住了。它这种煲出来的和它用粉冲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是有少少草青味的，它凉粉皮是有些咸口的，但是它下面那些凉粉呢就很嫩滑，两浸有双皮奶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双皮凉粉呢。辽源路这一条小食街呢，它的小食呢都各有千秋，
麦味价廉咧，就成为咗呢啲小食街嘅标签。因为我哋系日头过嚟，所以日头咧就见到唔会好多人。咁但系到夜晚嗰时咧，呢条小食街咧人气就好旺嘅。基本上入边每一间小食店都会排晒长龙。下一期咧，我哋会去到普温新线入边一间茶楼饮早茶。佢呢间茶楼咧，佢个早点咧就系现场即点。現場蒸，它是有區別於我們平時喝早茶的方式。然後我們會去到嶺南新天地，去看一看那條曾經引起爭議的廢青街。如果你不想錯過，快點訂閱吧，拜拜。